我喜欢看日出，因为我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，我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有办法掌控，所以在我的观念里，世界是无序的，世界肯定是无序的，所有的事情都在随机发生，人类就是特别渺小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的人生都充满了未知，我们唯一的已知只有每天太阳都会升起，所以我喜欢看日出，因为它每天一定会出现，它会给我安全感，那就是值得庆祝的事情。所以幸好你会稳定出现，幸好日出也会稳定出现，关键的是日出漂亮，你也漂亮，而且你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就是你们都是我的希望。